特别担心今天的比赛，很多东西都是随机的。我脑海里面脑补了很多我们逆风的画面，整个人就很焦虑。上官婉儿是非常克制伽罗和那个蔡文姬的，所以你们两个一定要非常稳保守，好吗？敌军还有还是刘璋一起拦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应用虚是赵云 ，OK OK。天上没有过去，因为过去的每一日都如今日。我们先拦开，好，然后帮中路清一下线 ，OK OK OK。他们喜欢抢河蟹，他们喜欢抢河蟹。好，这个时候婉儿已经在下路了，注意他位置。我们林墨看一下这个河道野，林墨。好好，来了来了。好，他们都来了。我们不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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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抢这个河道野，不要。放掉，放掉，放掉。好，他们上路，上路，往回撤，上路，往回撤。刘璋，你那个位置不好。他们应该在打红，应该在打红，不出意外在打红。我的位置，我的位置，注意我的位置。羽毛或许会误会，但心永远不会。来来，漂亮漂亮漂亮。You have been slain. 哼。我有点急了，刚才。刘璋，你的位置特别不好。赵云现在在上路，赵云现在在上路，对吗 ？OK， 上官婉儿下去了，婉儿应该四了，婉儿应该已经四了。你们这波一定无敌，小心，好吧？我开这个大龙，你们下路一定无敌，小心。用力刺破虚妄，躲得非常靠后。要我背你陪你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去，你管好你的线上，先管好你的线上。他在等，他在等。卖掉，卖掉，卖掉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这波他们亏。他们现在会转中，林墨小心，林墨。婉儿视野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应该马上要上中线。婉儿，婉儿去上了，婉儿去上了，他没了，他断大了。Nice， 漂亮，能跑吗 ？Nice， 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羽毛或许会污秽，但心永远不会。直接开小龙，小龙安全吗？安全，安全，小龙安全。然后打完这个龙，你们转下。好的，你们转下，你们转下。下路，下路都在下，看到了吗？看他们的位置，全在下。我们不跟他们打，我们不跟他们打，他们人多，人多，人多，打不过。林墨往回撤，林墨 ，OK， 支援支援，全部转中，全部转中。天上没有过去，因为过去的每一日都如今日。哎，赵云看到没有？赵云的位置。
哇，这波不该打他的，这波。人间又起风了，你需要扛住下路，刘璋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很重要。二塔应该可以防。下路可以吗？下路好多人，好多人。这个二塔有点点难守，我要不放了吧？四个，他们开干扰了。放，推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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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转到中路了，转到中路了，来来。没事，我们现在逆风，我们可能需要拖一下后期。你等我一下，留个草，留个草，留个草。Nice， 好，现在可以小心一下，因为现丁若虚的位置不知道，打野的位置，突然这个塔直接走，不要贪，好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小乔可以接应一下，我们直接走，你看，果然来了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往回走就好了，不要扎堆站，不要扎堆站。下面这个龙怎么办？下面这个龙先放着。好，现在中路我们所有一塔都没有，他们也都没有，我们现在稍微经济有点落后，所以我们不打得太激进。中路线来了。等我。他有飞吗？没有，他没飞。好，继续转上。哎，赵云在下面，赵云和刘邦都在下面。他们不打，他们直播不打。网上断大了，网上没大，网上没有大，但不要接，先别着急，刘邦随时可以过来。上路得去，你们去，我拿这个龙，你们去上路，下路蹲小乔转上路，好，伽罗转一下中路，等我，马上。来了，我这个位置，接他们团。不要让他们走。哎，赵云可以杀，赵云可以杀。Nice， 硬就是打就是干，快点。Nice， 中路一波。我杀他，不着急，我杀他。一波，没赢过，点塔，不过太赞了，你爽啊。之后的话我觉得我其实蛮想尝试玩别的位置，因为打野真的很累。我每一局打完都是会出汗的，然后我们每次赢的时候那个喜悦感真的是非常的。